深夜的狼群中会有一只眼睛发着绿光的狼，这只狼就是狼王，它的攻击性十分的强。很多小伙伴说狼王可以驯服，错，其实狼王并不能驯服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在迷你世界中有凶狠的狼，如果你击败过狼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每一群狼中都有一个狼王，而狼王的攻击性十分的强。每当他们看到落单的生物，他们就会主动攻击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狼王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直到猎物死亡他们才会停止攻击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在老版本中这群狼其中就没有狼王的出现。而我们要在迷你世界中驯服狼非常简单，使用兽骨就可以。你们看，当我使用兽骨以后，狼就会变成一只狗陪伴在我们身边，帮助我们抵御猎物的攻击。但是如果想驯服狼王，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使用兽骨不停地驯服，但是我们发现无动于事，并且我们将狼王放在了中间，对它进行驯服，兽骨正在不断地减少，但是我们发现狼王没有任何变化。所以说，迷你世界中的狼王他并不能驯服，你们知道了吗？